红薯粉。 这个南昌拌粉自带调料包，拿回家冷水下锅给它煮，煮到熟能掐断没有硬芯，给它关火焖上两三分钟，过凉水把调料，过凉水滤了，把调料给它拌上就行。这个天气热天比较适合。
这个是微辣的哈，就喜欢吃辣的话，这里可以加点辣椒油。 今天我们吃红烧肉啊，哇，好怕！我们这个红烧肉是用这个红烧调味酱做的，不用放一颗盐，啥调料都不用放，放点姜就可以了。我把教程打在视频下方。今天这个平时6包，今天给你们加这2包，10发8包，10发8袋，一个月就那么一次。 像有时候哈，平时我们炒糖色不会炒的，炒出来发苦，做出来的肉都发苦。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调料包，直接焖啊。再来一个，有喜欢的视频下方看看，拜拜。